吉祥如意。好，今天是比较晚开课啊，供佛供到现在。那么你们如果同学还没供佛的，要快点供啊，因为最近生意不好，要帮忙一下啊，要不然下一个星期就没得上课了。好，嗯，你们下个星期要留意啊，要留意，一定要放名字、电话。如果你想要叫朋友来，也应该要放电话、名字，因为我们有可能我七月的时候会去一趟西藏，不懂什么时候去啊。那么我的飞机现在有一点没有油，要打油，打了油还要请 driver 啊。好，我们这次讲到了悟，我说了，上一次已经跟大家打了招呼了，好，我就不客气了，跟你们打了招呼，说这次要你们要好好的看一下以前我们教的，不知道13年、12年我不懂了，你们看一下，一定要有一点基本功，要不然下来你会觉得难啊，下来会觉得难。嗯，我们这一次讲到悟啊，担心有第一次来的朋友，我们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下，人的命要改变它不容易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认识啊，因为他不认识，不认识八字，不认识八字，你要改它就谈说简单呐 啊，实际上做的话是有点难的 ，OK， 所以要记住了，这个是我们的命。啊，命运的主人，我们命理学家说，命运的主人真正的是他，啊，真正的是他，啊，有一些人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有一些人呢是喜欢看你早上挤牙膏，你挤牙膏从哪里挤，就代表你的性格是什么，从中间挤，从后面挤，啊，对吧？是代表你的性格是什么？有一些人他的牙膏用。其实如果让我们来用的话，有可能我们会用一个那个 Mastercard 哈，慢慢跟它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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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到前面，还可以用三个人。但有些人没有丢了，还有一些人呢，直接的剪掉再破开，靠！你们觉得这种人是不是吝啬？不是，他是节俭啊，所以他们用挤牙膏。有些人呢，就看你吃饭。就可以知道你的性格。现在当然还有一些人用号码啊，只要你的生日，他跟你做成一个菱形就可以知道啊。那个啊，都很好，都很好啊。八字最不好了啊，他们都很好。所以学那个呢，你可以看到哈，听说2-3天就可以毕业了。八字啊，有可能学一辈子都还没毕业。为什么呢？学无止境嘛，八字命那么多种，是不是啊？命那么多种，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字，叫做命运的主人是他。你们呢？你们只是一个壳而已，真正的老大，真正说话的啊，是他。所以我们只要把他给搞定，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了。所以命理学是什么？要认识自己啊。那么谁会让你有开心、不开心、倒霉？幸运，谁？身边的人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一出事就关在 store room， 你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所以就是我们的命盘里面呢、啊谁会让我们幸运啊、倒霉啊，都是我们朋友。今天我们早上起来心情很好，去到工作啊，看到老板，老板早，老板跟你早什么早？几点啦？哇，闲尿。如果老板跟你早。吃饱了吗？哇，今天发型挺好的看哦。哇，那一天是，哈，吃苦瓜都是甜的。啊，那到底是不是老板在影响你？对。啊，那命理学能够推算得出你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老板，神到这个程度。啊，等一下呢，你们可以问啊那个丽娟，在那边玩手机那个人叫做丽娟，英文名叫丽娟，哎。啊，
他们有好几次跟我去看风水，啊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人要跟我打工？啊，跟我去看风水，看风水了之后呢，不是每一次，但是这个家人，我可以跟他们讲一下他的八字。有一些人的八字，我一看连讲都不想讲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太好了，所以就不想讲啊。好，讲到怎么样呢？讲到他们几个，我带三个人去，他们三个都在后面忘了他们是拿工钱的，他们都看到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，还不会擦，准到可怕，还会说到说他几个孩子，他孩子怎么样的个性啊，什么他孩子怎么样的，还有老婆老公不在了，这些都在里面会出现的啊。但是我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的哈，所以你们等一下也不要问我啊。但是你们放心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如果我看到你的五官的印堂已经灰暗了，或者有浮现字，我会跟你讲，你放心啊。最近我在教他们怎么样看一个人，这里我们前几天有一个，他这边啊，有一个正字，三正会写吗？啊，对，你要学会看这个，你首先要认识中文哦，因为他不会出 Anthony， 他不会，他说 Amoji， 嗯、啊、，OK， 他说中文字，他有一个正，一二三四五嘛，啊，他只出一二，还少了一二三，只吃一个 T 啦，一个 T， 所以不同的人就会说，哎，为什么 Capital Letter T？ 啊，不是，他这个呢就快要走了，啊，还有一次那个小孩很可怜，那个、小孩，啊，他这里也是。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是出一个咕噜头，有些是出一个咕噜头，想不想看？他们也很想看，他们叫我教，怎么教？这种东西怎么教？怎么教？就算给你看到了又怎么样？哎，安迪来洗了了，对吧？没有用啊！啊，其实在八字里面可以看到的，你活到几岁，还有你们几岁结婚？你们这里谁还没结婚？举手。啊，那你们没得看。啊，你去看那些有结婚的，你结没结婚不要讲，我跟你讲准不准啊？很准的。如果不准呢，就硬要给他准，要不然我会没面子。还没结婚的太好了，你就可以算得出你几时结婚啊，知道吗？但是你们今天有没有命盘？有命盘啦， 啊有命盘很重要的啊。等一下，命盘男左女右，右上角那边是不是写一个男和女？对不对？准不准？准，你看。你要小心，写一个中，你要小心啊。我们在港埠。对不对？男女哈，男女旁边是不是写一个阴或者阳？对不对？对啊、哦。对啊。啊，写阴女。就是顺，女人就是阴嘛，懂吗？同意吗？这一点，女人就是阴的，啊，不是阴险，是阴，阴阳的阴。哦，女啊，阴啊，顺，女阳啊，逆，会写逆吗？啊，逆，随便了，你写一个 ni 也可以了，逆了，啊，逆叫什么 ？reverse 啊，对不对 ？reverse 啊，逆。男人，男那边有一个阴，男阴男那叫逆，阳男那叫顺。一定要记住，你们女孩子不要那么自私嘞！我又不是女人，我管那么多，管我自己不是啊？等到有一天你学会了之后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我帮你算哦。哎呀，那一招你就忘了学，所以你要写下来，阴男阴女阴男阳啊阴。阴女阳男顺，阴男阳女逆，懂吗？啊，写好了吗？好了，懂不懂？几时结婚了？懂了吗？不懂啊 ？OK， 今天这个是第一课。如果想知道五块，等一下我教你们，你们马上就可以算。不过有些人已经到了那个啊，老我都四十了。啊，还没结婚呢，对啊，因为那边写着五十，啊，那我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教你们一个最快的方法。今年我二十，那边写二十四结婚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明年的
这个生日差24只，懂吗？啊，人家问你几岁，有24，差24只。我们的蛋糕一定要记住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家伙发明的，差一只的。当然，如果在 office， 哎呀，我们差一只啦，不用紧，不要给人家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都50了还差一只，你差那种大崩的，那种大只的拜神的，你懂吗？啊，不用紧，那 office 不用紧，但是在家正式的庆祝的时候，你几岁要差几只？一定要记住，要差几只。啊，60岁呢，你就慢慢擦，慢慢擦，啊，到了这个没有所谓的一只大只叫50的，没有哈，一定要擦的，懂吗？以后记住。啊，不过如果你家只有你两个人呐，60岁，那你要擦的话，你的蛋糕要多大？对啊，一定要擦的，一定要擦的。啊，好，来，这个叫戊子，戊子是。虽然你的八字没有戊子，你也要学，因为里面不单单只是讲戊子而已。啊，无论是男女，比肩劫财 ，OK， 这个啊，无论是男女，比肩劫财旺。啊，你们的八字这里有没有看到比肩劫财？啊，这边啊，有没有看到比肩劫财？如果比肩劫财旺的话，注定你是克父亲的，啊，注定你是克配偶的。注定你的婚姻是多变的，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。所以我们说的比肩劫财就是这个，你的八字这里和这里，这里，请问有没有比肩？有没有劫财？有啊，多不多？多啊，三个，啊，三个多，啊，两个还是少的，三个是算多了，重就多了，啊，旺不旺？啊，旺不旺？旺要怎么看？你们看你们的八字的左下角，左下角。好，首先先看这个你们的比肩这两个字，比肩和劫财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戊土，对不对？也就代表你的比肩就是属土了。比肩和劫财的五行跟这个一样的。比如我这样问：比肩，你的比肩五行属什么？你的劫财五行属什么？不知道。你这个是什么？火，那你的比肩劫财就是火。你这个是什么？水。你的比肩劫财就是水。所以比肩劫财其实就是你的五行是什么，就是很简单。好，第一。第二，在左边看到吗？你这个是属什么的？属金、属水、属木、属火、属土。记住啊，记住啊。好，再看一看你的左下角这边，它有没有写着金水木火土，就是跟这个字一样的五行，有没有写旺？没有啊，没有就不是旺了。啊，好，来，我们这样子，你心里回答我就知道了。因为我20多岁教课到现在，你的脸 blur， 我一看就知道。啊，那种脸已经 blur 了，已经他的魂已经不见了，还没有开始上课，魂就不见了。第一，回答我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八字左下角？有没有写一个旺字？好，旺什么？旺火，随便啊，旺什么？懂了、哦？好，旺字。看到你的命主这边是不是就是这个旺？旺的五行不是，不是，你们就不用看这个比肩劫财旺。是啊，是就是比肩劫财旺。好，那个旺字懂了哈？如果是旺字的话，恭喜你了。啊，克夫啊，又配偶，婚姻多变 ，very good。英文叫 congratulation， 啊，恭喜你，啊，不变啊，那你也不能怪我啊。婚姻多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其实他说的就是很难掌控你的心情，叫婚姻多变。啊，你看，所以不一定是要悟的，你看你就学到了，好，你就会学到了。另外呢，食神。入库不生财哦，呵呵，哎，这个已经很浅了，这个已经很浅了啊！对于一些你们都不知道，一些 Facebook、YouTube 的啊，他们很喜欢，有时候讲得太浅，他们不喜欢，他们就是喜欢你讲到深，然后他听不懂，他就觉得哇你厉害啊，龙中挑拨八股。好，食神，好，很简单啊，你们想不想发达？
想发达啊，就一定要知道什么叫食神。哎，我的食神叫什么？来，你这个是什么？自己要懂啊。金水木火土，注意。好，这个是土，对不对？土生金，金就是食神。啊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火，火生土，土就是食神。这个是金，金生水，水就是食神。啊，这个是木，木生火，火就是食神。这个是还有，我说完了吗？